拜拜
专配在延长境内，境内在境内三万境内啊，请用内底向后转。
玉皇大帝尊，不见天空地久至尊，三分大帝南斗十分，北斗十分，诸圣驾金安。不见中华天生灵魂，金庙会有壮士会长王承德道长，理事长陈雄华，副理事长陈世威蔡元率领全体干部会员信众来领奖的票。67年以龙时吉日，前往中华关和平庙梅寮村九天神像、九天娘娘、朱圣驾、慧能参香礼拜雕像，叫做九天师香火兴旺，心情显圣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再祈求金庙会全体会员信众来迎，道业精进，灵性提升，家庭圆满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和谐，心想事成。您请一路平安顺遂圆满。不见天山灵源金庙会理事长陈琼华率领正殿到访。为此，台中市后里区交通路五号第五岁处林友仪2月25日听相。敬礼，再敬礼，晚敬礼，感恩请高声。感谢我们董事长家父会。在拥有的那九天师主持九天天女娘娘及文武众神面前三拜九叩首，鞠躬坐跪，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请高声。非常感谢，刚才张建文邀请李六，
啊，市政府经常是去做财政省来教我吼，会当股票教我，会当财政动作收完，啊，会当吼，啊，这个培养皮会当大家吼，啊，这个完成自在稳上天吼，大家当登记要提升点吼，啊，祝大家吼，啊，会当啊连体啊，啊，完成自在稳上自在，啊，会当吼，啊，连体啊。回归吼，登记咱五百新台币，要提升了大天尊，也要提升健康，啊，大家爱认真打拼吼，啊，好好生活啊，啊，该做到嘛就到嘛，该这个办事的就办事吼，啊，该这个啊，这个做做些就做些，啊，大家共进过来，我们这个三地发展的时阵吼，会当如何出来修理？几万天数更快，即卖已经几落百年啊！希望即届会当大家好好休息，会当予咱的关心自在，咱的关心是不生不灭啊，尊祖先万法，咱会当是是咱真正的主人，大家爱写出家己的主人，咱了连体合面都做一寡功德，加做一寡善事哦，去除贪嗔痴啊，除妄念。啊，用咱的八仙八仙道吼，啊，大家当如来修持，十二月当登去，啊，咱母啊要离圣境，啊，不离的圣境边，啊，直接祝福大家，啊，身体健康，啊，万事如意吼，啊，祝福大家会当啊，十二有这个机会，登去咱的啊，要离圣境，各个不同门类，啊，能够健康，大家当平安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满天八方平安吉祥，啊，大家当好无灾无病。啊，这个疫情十二月当消除，爱心就来是，接下来就珍惜。真兴奋，佫真欢喜哦！安尼啦，咱来请因阿伟、咱副主席开始家己介绍啦，好不好？来拍一拍啊！欢迎大家来遮呢参拜哦！这个伊个是啊，平平安的因哦，感谢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啊，我喜志啊，哈，我就跟着细汉做阿伯就开始。啊，我哋今仔日来，我就是跟个七十三岁咯，哈啊，真侪人甲年年到照顾吼，安尼。
我咱确实，我想咱既然是副主委黄如良，哦，啊有一个真好的机缘，哦，啊我来到台电市，哦啊，啊就为咱去提张名啦，啊，啊既然你恁欢迎来各位咱在树影树节吼，安尼到台电市，哦，安尼大家来交流吼，啊非常欢迎，哦啊若有时间每节过，哦欢迎，哦安尼到台电市，哦啊入来安尼互动。谢谢各位。我今天是副市长徐国才吼，啊，欢迎咱北关在啊在武陵吼啊七六会，主要做这来解求天师参拜，咱就是讲吼互相交流，啊，上这宣传救世济世的精神，来发扬光大，来发扬自己，啊，大家共同发表，啊，会当吼台湾。过了更加好，疫情哦早日消除，大家等平安快乐过日子，谢谢大家哦。好，谢谢。坐嘞，我先来坐。坐嘞，给我师傅嘞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坐好不好？好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阿姨为什么有奶粉，我没有奶粉？好了吗？我没有奶粉。哎，口罩拿起来了吗？口罩拿起来。来，你可以过来一点，没有那么可怕。你可以过来一点，你也可以过来一点。刘丹心在吗？在。在。等你先旁听嘛。没有。来，跟你盖。那你没有把口罩拿下来。来了，快来。阿华，看前面西瓜甜不甜？甜哦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刘丹心在吗？在。我们再比一个爱心。大家都有赞吗？赞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。那等于我爬不起来怎么办？你为什么有那本我没有那本？阿来啊！拜中国华路的恩山的华路帮的艺术的大天华。
个公园里。